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的《摄大乘论讲记》啊。那么我们讲到第394页啊，要这个透过这个修止观啊，那所以呢会有所谓成办无果啊。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啊，在我们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当中呢。 我们说第一大阿僧祇劫呢，都是从什么？都是有相的。纵然我们有功用恨，是不是还是有相啊？我们现在也很用功啊，看到的是不是还是差别相啊？哎，看不到平等相。什么时候现出平等相？超凡入圣。啊、一旦平等相现前，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超凡入圣了。哎，但是那个还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时间。 啊，那但是我们要储备哎，要储备，所以叫做几种修有没有？几种修，就是我们对所有一切相，要容相即性观，容相即性。明明看到的是相有，要马上知道。 是不是性空的、啊？性空跟相有，它是等同的嘞。其实相有等于性空，也因为性空而怎样？相有，这叫容相即性观。《心经》用的就是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心经》里面就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没有？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叫做容相即性观啊！明明看到的是相有，但是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性空，因为透过性空，是不是才可能相空啊？相空就是什么？就是无相。 所以叫做敏相正性，敏相正性，这是不是才有可能去泯灭掉对相的执着啊？这样理解吗？这个相有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不是不断在变化的？因为一切相有都是原生的嘛。 那是不是也在缘灭的过程啊？哦，那这个相有，我们不能去执着这个，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嘛，就因为性空，啊，性空呢而产生相有，相有而知道性空，之后就是敏相正性，以性空来证实相空，这个相空就是什么？无相的现前，这样能理解吗？ 啊，所以呢，如何正性正这个相呢？那么在《心经》就讲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所谓的无相，什么叫无相？无差别相，平等相的现前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嘛，不增不减。 这个叫做中道不二啊，是不是中道不二？其实就是在讲中道不二，在正什么这几个现象都叫做空相，也叫做无相，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现前的。这个也叫实相般若的现前，有没有？这是实相般若的现前啊。过程是不是要透过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然后实相般若的现前嘛，透过文字的解释之后，是不是就要去观呢、啊？容相即性观，敏相正性观，证空性，证空性也等于空相现前。空相现前就是涅槃的现象的现前。涅槃现象的现前是什么？是中道不二，这个就叫不二啊。这是不是不二？这也不二啊，这也不二啊。只不过一个是从它的存在与否来看，一个是从它的值来看，一个是从它的什么量来看。《心经》有三对的不二，龙树菩萨中论有几对的不二啊？四对，四对不生不灭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是什么？不来，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还有呢，不来不出，一个从存在与否来看，一个从什么空间来看，一个从时间来看，一个从什么时空来看。来出是时间加空间呢，一意是空间的问题。哦，一个教室里头，每一个人存在在一个教室当中，对不对？有一有意啊，一整个教室，然后每一个人是不是个别差异的人在这里面呢？哎，它会有空间的问题，那个长段会有时间流转上的问题。然后这两个，这个是加起来的问题，所以这个不二其实就是在显什么？显诸法实相，就是在证空性，泯相正性啊。泯灭要相有啊，因为这个相是什么？是因缘所成嘛，成出这个来。哦，再把它还原回去，这些相是不是也就是因缘所成啊？那因缘所成，这个相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变化、变化、变化？因为性空的关系，所以呢，它其实会呈现出什么？因缘法的平等相，平等相，因为它性空而呈现出什么空相来？空相就是中道不二的相，其实就是中道不二的相。哦，所以《心经》其实用的是容相即性观、泯相正性观。所以为什么要用性空？其实都是在破我们的自性妄执，在离相、泯相、灭相嘛。灭相现前就是涅槃的境界。哦。好，那这是从有相到无相的开始。那无相呢，少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以下呢，是无相少而有相多，但是有相会慢慢慢慢怎样变少，无相会变多。在五地的时候，它是不是正好平衡、平等？之后呢，无相就会比有相多，所以到七地叫做什么？无相行。啊，但是呢，六地跟七地的一个差别在什么？一个是有间断，一个是无间断，它都是无相行喽。无相行，但是是有间断的，也就是我们的有功用地本身是有间断的。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有间断的？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果位还很低啦。啊，时而做，时而不做，对不对？有间断的，有间断。我们的间断一直到六地圆满，七地以上就叫无间断了。它就念间都不断的怎样持续，啊，到七地跟八地之间是一个作行跟不作行的分界点，六地跟七地是一个间断跟不间断的分界点，这样能理解吗？啊，所以它这个以上是不是就是不作行了，叫无功用地嘛。无功用地哈，所以呢，在七地以上呢，都是什么无间断，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就会发现它讲到念念怎样增胜，念念增胜啊，在第394页倒数第3行，炽盛修有没有？无功用恒，念念增上，有没有？念念增胜。 到无喜足修，是不是还是念念增胜啊？这表示那个念念间，菩萨念念间其实都没有间断的，菩萨念念间都是在怎样，都在为众生。因为到了7地圆满以上的菩萨，会不会自私自利的、啊？不会，没有，不是在念自己，都是在念众生。我们因为一直在念自己，所以会有间断，在念众生当中反而没间断了。 念念增生，念念增生，念念增生，所以是无间断，无间断的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无果了哈，在第394页第2行啊，说为念念中呢，来消融一切粗重依止，有没有？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有间断当中，我们还是鼓励自己要念，确实有间断的，啊、哦，确实有间断的，那没有关系啊，我们总是要从无间断，是不是才可能有间断？有间断才可能无间断嘛，哦，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能够做的是什么？几种修，也就是容相即性，储备着。 有相到无相，就是要容相即性观，对不对？才有机会泯相正性观而达于无相修，而达于无相修哈。好，那我们看第395页，第一个念念中呢来消融一切粗重依止啊。我们依止在哪里啊？阿赖耶识，我们的念念间。 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乃至无记，是不是都会记录在哪里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哦，那我们会感觉到粗重呢？哦，是因为烦恼障跟什么所知障、业障现前。业障现前，我们说业障现前，它是不是已经是变果相了？ 啊、哦，我们是透过因跟缘种下去，等它成熟的时候，是那个业障就现前了，啊、哦，我们的业障有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哦，所以呢，一旦现前的时候，它已经是形成果相，所以我们会觉得粗重。好、哦，所以我们说，哎，如果我们做事情很在意结果，会很疲劳的。 哎，哦，会非常的疲劳，就是因为我们都看在粗重的果相，才觉得疲劳。如果我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比较不会那么疲劳，因为我们会比较注重在哪里，在因缘上头，重在因缘，是不是就不断的耕耘，不断的耕耘啊？就是要耕耘很多的善的因、善的缘、善的因、善的缘。那结果出来是什么呢？已经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对不对？那个只等待时节因缘成熟嘛。哦，如果善因善缘多，那当然福报现前就多。啊、哦，如果恶因恶缘多，那是不是就业障的现前的机会就多啊？那是自然的。哦，所以呢。 关键在耕耘，不在于收获。收获是不是自然出现的？啊，收获不是我们能主宰，但是耕耘是我们能够去做主的，对不对？啊，好，所以呢，阿赖耶识当中呢，有2种障呢，就称为粗重所依啊。啊，所以呢，就必须要用5种修，啊，5种修来修习止观二横啊。 让他念念的增盛炽明，那么主要就是要熏成闻思修的无漏法身种子啊。我们透过闻思修，是不是就希望能够熏修一些无漏的法界哈法身种子，也就是法界等流种，它是清净无染的。我们在这边熏习啊真理法则、真理现象，不是去论人我是非，对不对？啊，所以呢。 这个叫做什么？清净法界等流种，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漏法身种子。那因为我们的无漏法身种子多的话呢，就能够去消融阿赖耶识里面储藏了很多什么粗重的二障的那种种子嘛。哦，那二障还没变现之前，是不是那些种子都藏在下面啊？哦，而且这些粗重的二障的种子会从哪里啊？就是从人我是非来呀、啊。 哦，道长论短的，说谁如何，说谁怎样，都在论在现象上，那是不是都是粗重的种子啊？这都属于粗重的种子，也就是它那种烦恼的种子、恶种子多。哦，恶种子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来听经闻法，起码一个月熏个一天，这一天里头有大量的清净的、无漏的法身的种子在哦储藏下来，哎，会冲淡。 对，那个就好像大量的水会去冲淡里面的盐分，啊，当它还没有变现之前，都有机会改善，但是，一旦变现呢，也依据佛法只好接受它，才有机会去怎样变成我们的逆增上缘哈，啊，所以呢，希望啊，在念念中啊，也能够消解融散二障粗重的潜力，使它不得存在，乃至它是会变化。 啊，透过什么转依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转依就是要转迷起悟，哎，要转染成精。哦、啊，所以容相即性是不是也是转迷起悟啊？迷在相上，悟在什么性上？那也因为我们悟在性上，知道性空才能够清净。我们一直在相有当中容易怎样杂染？ 哦，我们如果处在一个相有，就是只懂得相有的时候，就是你争我夺啊，哦，就会一直在果报上面不断的追逐，但是那个是，哦，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哦，那其实应该要在因缘上头，啊、哦，是不是用功要用在因缘上头啊？啊、哦，而果报是自然呈现的，所以呢，要透过转迷起悟。 转染成净，这个叫做获得转依，是不是才有转依的机会啊？然后呢，就会善多而怎样恶少嘛，啊，所以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说几种修啊，所获得的果报就是念念当中能够消融一切粗重依止啊，啊，尤其容相即性本身是不是也在打破粗重？ 深入到深细的什么因缘里头，因缘它本身没有重量的，但是我们果报本身是不是有很大的重量啊？哎，我们的正报身哈、哦，一天到晚像我们就一直在量体重，到底增一点还减一点，这些都很在意。但是说实在，那个已经没有很大意义了，哎、因为那个都是粗重的东西才称得出来，但是因缘法就没办法拿来称了。哎，果报是可以拿来称，所以它很粗重。 哦，所以它出众了。哦，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无相修，无相修。所以无相修的因，是不是还是要从容相即性观来啊？才能够泯相正性观嘛？泯相正性是不是就是达于无相的开始？虽然只有一点点，如同太阳光里面的一道曙光，但是。 我们要见到整个太阳光，是不是就从这一道曙光开始的？慢慢的让它的量怎样能够增多嘛？哈，好，所以呢，在第395页第4行这里就讲第二个啊，因为离种种相得什么法愿乐，所以要离相呢，对不对？离相、泯相乃至灭相现前。 灭相就是什么？苦集灭道里面的灭相就是涅槃，也就是涅槃呐、啊。啊，所谓的涅槃呢，也就是脱离种种的戏论，超凡入圣的那个点。啊，这个般若将入毕竟空，有没有绝诸戏论嘛？绝诸戏论。啊，所以当。 真理现象的现前，诸法实相的现前的当下，啊，那个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哦，那个现象就是如实的现前。哦，好，所以脱离种种戏论，也就是不但颠倒邪见的戏论要离。啊，我们现在起码要懂得什么叫做颠倒邪见的戏论，自己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才不会人云亦云跟着人家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理解真理法则。我常说，就如同建筑工人去获得了一个量水平、量垂直的工具一样，对不对？啊，一定要有一个测量的工具，有个测量的工具嘛，啊，就会知道哪里不平，哪里不正，啊，好，所以呢，平常颠倒邪见的戏论要离，啊，就算到佛见、法见乃至涅槃见，是不是也都还要远离他的戏论呢？这个就是证得涅槃的境界。那个也就是佛见、法见、涅槃见了。当然，这里的见它是属于正见的见哈。但是呢，就算那个正确的哈正见的这些语言，是还是要离啊。所以《金刚经》不就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当然要舍，连正法是不是都得舍啊？哦，因为这个所舍的是工具。对不对？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不要把船拖着上岸，那个就不算上岸。是不是连那个波瑞船都得舍下才上得了岸？啊，所以文字语言是我们的工具，啊，必须要去舍下，那么也才能够怎样上得了岸。所以这个叫做得什么法院之乐，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也讲到得比林泉乐，有没有？从此岸到彼岸呢，就是看到彼岸的林泉之乐，叫做法院乐，涅槃啊！涅槃其实是法院之乐啊，因为法呢是法界，离一切戏论而通达法界，那么能够定心极静而得现法乐住。定心极静，所以我们说极静啊，涅槃极静，有没有？所以涅槃的当下不仅是慧，是不是还要有定啊？哎，它会是定慧怎样双修的状态，啊，定慧平等的状态，而现见，叫做法乐，法乐，啊，所以涅槃，也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啊，那么它就如同林泉之乐，如同法院之乐啊。啊，所以呢，或者是法，或者是教法，啊，那么依着如来教法，哦，这里说或者法是教法了哈的这个法呢，本身就是所谓的教法，也就是依据如来的教法来切实修行，不仅是思想上的，不仅闻思，是不是还要修啊？修就是要切实的去修行，才能够得到其乐无穷的法味，所以叫做法乐。啊，这个愿呢也是一种譬喻，就如同在花苑当中能够随意的游赏，使人喜乐而自在。哦，那这个也都是修定的什么果报。所以，我们一直讲说，基础一定要持戒才不会掉下去。过程最重要的是不是就般若智慧啊？但是要有定去做辅助，对不对？要有定去做辅助，所以在这个地方才能够达于彼岸啊，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啊，达彼林泉之乐，彼岸的那种涅槃极境啊，就如同法院之乐，就如同林泉之乐一般。哦，那过程呢，还要放下般若船，也就般若的文字、语言这些，是不是都得放啊？啊，那么才到达得了。啊，所以无相修，那么也等于是从第二大奥僧祇劫开始，啊，然后才进入什么无功用修。无功用修是不是已经要进入第三大奥僧祇劫了？啊。好，所以第三道生其节呢，也就是能正了知周遍无量无分现象大法光明。好，修习止观得无碍慧。啊，得无碍慧，也因为无碍，所以能够无功用地。我们的爱在哪里啊？我们的障碍主要是第七意识，而。 第二大奥僧祇劫满七力的圆满，是不是那个第七意识正好转染成净了？已经没有第七意识的障碍，所以叫做无碍慧。无碍慧，好，那无碍慧呢，能通达诸法是无有差别的。它这个时候的量是变得很大了，在第一大奥僧祇劫这个地方的量是很少的，到那里因为经过了。 用一大奥僧祇劫七地的修行，那个量是不断的怎样去扩大？他所根据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嘛。之后是不是有后得智啊？的这个后得智，其实它的值还是根据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哦，所以才会通达诸法的无有差别，了知法界是无限无量的，一法遍一切法，啊、一切法即一法。 也就是所谓的涅槃，对不对？涅槃的值一样，只是量上的差别而已啊。哦，所以其量周遍，其数无量，没有分歧，也没有界限。所以我们说，在讲性空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打破那个相的界限啊？哎，离相、泯相、灭相嘛，哦，并且这个时候的那个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哦。所谓处处洞明啊。 啊，只要接触到的这部分呢，都是清楚明白，所以是无碍的大法庄严呐、啊，啊，大法光明啊，在《庄严经》啊《庄严论》当中呢，就把它总设为圆明，圆明，啊，圆明，啊，既圆满而且光明的周遍的，啊，周遍一切，所以呢，在这个七地圆满以上，是不是就叫无功用恨啊？ 哦，无功用修，哦，好，那第四个呢，也就是炽盛修，啊、哦，那就是顺清净分，无所分别，无相现行啊，啊，所谓的清净就是初禅的真实性，初禅，哦，因为我们一直都有。 杂染的成分让我们缠绕在里头，不断的轮回生死嘛。第七意识啊，所以呢，这种清净分啊，所谓的转染成净，那是第七世的问题哦。转迷起悟是不是第六世的问题啊？啊，那么透过修习止观，得到无分别智，现证无相啊。好、啊。 那其实也都是以根本无分别智为什么为最重要的一个基准，然后它不断的去扩大，所以我们说这以上都是属于什么？只要超凡入圣以上，其实都是无分别智所显现出来的那个量，啊、所以它更能够现证什么无相，啊，现证无相，那个无相越来越清楚。 哦，而且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功恨的，哦，就如同那个白云稀薄，哈、哦，从厚的黑云变白云，是不是那个障碍哈、哦？那个什么水分越来越少，哦，到白云变薄，薄到怎样破了洞，就完全不用任何的这个力气了，啊、哦，那个清净的法身随时都能够照耀的。 啊，所以呢，那个无相呢是现前的啊，而且它是无所分别，并且是顺着清净分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炽盛修啊，炽盛修也在无功用恨以上，趁着啊慈悲与智慧啊，因为透过智慧才能够才能够去感受到光明。 那透过慈悲心会是一个量的扩大，透过智慧是不断的让我们提升的一个主要的动力。但是透过慈悲心呢，是量上的不断的扩大，啊，所以叫次圣修，慈悲与智慧，悲智双运啊，哦，还要继续的不断的修，啊，到第五个呢，叫做无喜足修，啊，无喜足修就是为哈、啊、第五个为令法身圆满成办，能正受，啊，能正摄受厚圣因呢、啊。 啊，所以这个过程里头，其实菩萨都是要修习止观的，步步向上，啊，上进啊，不生喜足，唯一啊，希求的这个唯一目的就是使法身圆满成办。到成佛的时候，就是法身圆满成办嘛，尽虚空遍法界。啊，那圆满法身是在第十地，成办法身在佛地。 然后到第十地，他已经非常圆满，而且自在无碍。但是要成办法身是在佛地，那也从前的地中的修习，才成为圆满后法身的什么殊胜的因缘啊！哦，下面的是前的，上面是不是后的、啊？都由于有前才有后，有前是不是才有后啊？啊、哦，这个。 要登到初地，是不是也要有凡夫的过程啊？然后再从初地登到二地，对不对？再从二地不断的哈、啊，所以都是由前而有后，才会有后，而前就是后的什么殊胜因啊？啊，所以前会摄受后的因，到最后能够承办究竟的佛果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无喜足修，啊，无喜足修。好，那最后这一段呢，就讲哈、啊，《庄严经论》就讲五果当中的前二是修止所承办的，次二呢是修观所承办，最后一个呢是双修止观所承办。其实过程都离不了止观双修了，也不完全都一定是止，也不完全都是观。 啊，在细部来讲，其实点点滴滴都是止观双运、止观双运所合出来的。啊，那当然或许前面前二会比较重在修止，后二比较在什么？次二比较在修观，到最后啊，止观双修。所以呢，地上的菩萨每一地是不是都定慧圆修啊？其实都要定慧圆修的。 哦，所以五果也都是由止观二者所承办的。哦，那《庄严论》里头也是约它的偏胜，它比较偏重在止，比较偏重在观，哦，到最后的止观双运。但是过程是不是都还是止观圆修？止观圆修啊，是必然的。那我们在凡夫地是不是也要止观圆啊来双运啊？不要到不是马上圆修，圆修已经在上头了。 我们起码也要止观双运，修止修观，啊，那当然透过修观再来啊跟修止配合，从修止当中呢也可以去验证，啊，能够对法的这个啊能够体会得更深细一些，啊，好，那这个部分是属于修止观啊修止观，那第二项呢修十度。 啊，因为有十地，是不是就有十度？啊，那由增胜故，哈、啊，因为一地一地的增胜上去，所以十地中呢，别修十种波罗蜜多嘛。十种波罗蜜多就是十度。啊，那于前六地所修六种波罗蜜多，啊，所以我们再从初地一直到六地，是不是都用六度来讲的哈、啊？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到般若。 对不对？啊，但是都要加修哦。啊，像初地是要布施加修什么断三结啊，第二地持戒要加修什么十善啊，第三地呢忍辱要加修禅定啊，第四地呢精进要加修什么37道品哎，那五地呢禅定加修4圣谛，第六地呢般若加修12缘起法。 哦，好，那如先已说啊，后四地当中所修四者，啊、哦，也就是所谓的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愿婆罗蜜多、力婆罗蜜多到智婆罗蜜多，哦，好，所以七地也就是一，对不对？八地就是二，九地是三，十地是不是就是第四啊？哦，所以呢，因为有十地，所以有十度，就是六度加上方便善巧加上愿力智，这样是不是总共有啊四度？合起来十度，啊，合起来十度。好，那倒数第一行啊，就讲第一个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为以前六波罗蜜多所及善根，共诸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故。好，那么在解释里头就会知道啊，其实我们说修到七地是不是要能够总啊，能够把前面的六，也是由前面的六地所怎样累积出来的，是不是才有第七地啊？也才有第七地啊，啊，所以呢，前面的六度的善根啊，那么共诸有情，不但为自己所利用，而且还要与众生来共享。啊，那每一地其实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无上正等菩提，是不是都是要学要成佛啊？透过学佛而希望能够成佛嘛？就算我们在凡夫地，是不是还是这样子的一个发愿啊？尤其大乘佛教，啊，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嘛。啊，所以呢，我们所有啊这个佛弟子呢，其实都有回求无上正等菩提的心，啊，那菩萨更是具有大悲智，大智大悲，不厌生死而求涅槃，啊，菩萨啊，不像什么声闻解脱，解脱道他是不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呢？菩萨不是。哦，所以他不厌生死求而求涅槃呢，啊。哦，就是这个不指的是这整句了，哦，哈，不是说不厌生死而想要求涅槃，那就不对了。哎，就说他不是厌离生死求心入涅槃这样子的一个心，对不对？哦，所以菩萨他愿意生生世世啊，在这个菩萨道上来度化众生嘛。所以叫做生死即涅槃，有没有？啊，并且呢，菩萨他也不重自利而重什么度他，因为菩萨比较放下自己，哦，会觉得哎，别人的、大众的更重要，哦，更重要。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方便善巧，而小乘学者就没有这种善巧，所以会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要积极的求证涅槃，有没有？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解脱道啊？哦，所以我们中国佛教传统的说要这个，很怕啊，哦，这个生死轮回，然后很怕披毛戴脚环，对不对？啊，哦，这类的其实也都是急求解脱的。所以太虚大师也说啊，是大乘佛教的国家确是行小乘法，是不是？只是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大众，啊，哦。甚至有的发愿到净土世界也是，会觉得说哦，这里的哦的这个轮回当中，万一堕三恶道怎么办？想到的是怕的是自己堕三恶道，而想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是大乘还是小乘啊？还是小乘的心呢，欸？其实还是小乘的心。所以我们说，哎，这个净土法门不是只有重往生，其实更重的是什么？庄严净土，不是只有往生净土，对不对？有生之年，要把秽土转为净土，那是菩萨道上的。哦，那这个自然要往生哈，不管是秽土还是净土，那也看个人的发愿了哈。好，所以呢，要真正的方便善巧，那就是要行菩萨道，哦，行菩萨道，共诸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嘛。啊，那第二呢，就是到了第三大阿僧祇劫的第八地，愿波罗蜜多。好，行菩萨道的大心有情，啊，是有情众生，但是是发大心的啊，他发出种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大愿，来引摄众生啊，因为他的果位很高，所以他足以来引导摄受众生嘛，啊，使这些众生呢都可以当来波罗蜜多到彼岸的殊胜众缘啊。 啊，都是在帮助众生能够什么？从有生死的此岸，达于无生死的彼岸。啊，或者呢，不断的去拉拔啊，因为果位高，要拉拔果位低，是不是就很容易了？啊，因为他是过来的啊，很有经验，对不对？啊，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怎样去摄引摄的。啊，那么。 也愿跟同愿同行者集在一起来实现清净的佛土，那这是不是就是庄严佛土啊？啊，所以我们说，哎，菩萨他所要做的就是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嘛，对不对？啊，我们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戏论，但是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土熟身，言土熟身，啊。 也就是要去实现清净的佛土，所以佛教教人发愿的用意，就是要将无人啊，就是要无人能够将修行积极的功德用在某一个目的上面，不是只有为自己哦。啊，那目的不一样，那么所得的结果就大有差别。哦，那所以以大乘佛法来说，不愿意将有用的功德消耗在人天圣或者小圣上面，所以就提出愿波罗蜜多，啊，希望能够发愿而去实行啊。那么愿为行导，啊，那愿海也要由行山去怎样填补才能够得以满足嘛。哦，好，那阿弥陀佛他也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了48大愿，是不是他？ 不断的一愿一愿的去成就，而能够去实践，然后来完成他的净土啊，完成西方极乐净土嘛。那也是要透过愿啊，愿波罗蜜多。那九地的话呢，就是力波罗蜜多嘛啊力。那这个力呢有2种哈，一个是思则力啊，所以呢就是以智慧思维。 理解、抉择、观察，所以这个慧还是很重要啊。思则，所以我们说慧如同眼目一般，你要怎么去实践行持，是不是要有慧眼啊？啊，所以这个修习力也就是实践嘛，实践思维观察的诸法，让这二力来成就6波罗蜜多无间断的念念现行。 哦，我们说这个7地以上是不是都无间断了？其实他们都有无间断的能力，啊，所以这个都是遍通一切来修。那么一个就是要理解力，一个是什么实践力，所以理解是很重要的哦。哦，我们在修行到底目标在哪里？目标不同，所修的结果是不是也会不同啊？哎，是会不同的，啊，因为。 我们都是依据理解力来实践嘛，啊，所以呢，那个理解力就非常重要啊，是透过智慧思维理解出来的，哦、啊，所以这个9地是力波罗蜜多啊，所以9地呢，它会有这个四无碍智、啊，对不对？啊，能够无功用恨啊这些。好，那第4呢，也就是10地智波罗蜜多，啊。 由前面的6波罗蜜多来成立不可思议的殊胜妙智，啊，以自己所得的妙智，在如来的大集会当中来受用法乐，啊，是可以受用法乐的啊。越是上面呢，其实那个法愿灵泉乐是越殊胜的，啊，那么又以所得的妙智来观察有情的根性。 以6波罗蜜多去成熟有情，使他得到解脱。所以受用法乐是自利，成熟有情是什么？利他。所以菩萨自己也可以获利啊，哦，就是受用法乐。哎，那也因为感受到这份法乐，是不是更有那个能量去帮助众生啊？哎，它会是一种善性的循环呢、啊。善性的循环。那当然，这个是透过前面的力，就是理解力跟实践力嘛，对不对？那也是还要透过前面的愿，所以它这个也是一地一地的去怎样累积出来的。所以方便愿力智的4种波罗蜜多，就是从第6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智当中所怎样开展出来的，所开出来的因为般若它本身就是透过加行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加行位上，暖顶忍是第一，是不是这种加行啊，才能够来到什么无分别那来到了根本无分别之后，是不是有后得的无分别？所以它也是3个阶段，对不对？这个部分是加行，这里是根本无分别，加行无分别，根本无分别，到什么后得无分别。都是无分别，是不是都无分别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宿世劫以来都是有分别，所以我们的分别不用学，天生就很会。一出生就分别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不是我的妈妈，是不是就哭啊？天生就很会，因为我们从相去做分别，但是无分别反而要学习，而且要加行的学习，是要用功的，是要加力道的，所以如果修福跟修慧来讲的话，修慧更困难。当然修福也不容易，但是修慧更困难，因为修慧得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加行暖顶忍是第一。为什么要加行？因为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大一样，是不是有时候会逆着来？所以会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嘛？那这些否定式的符号，无非就希望我们容向即性，泯向正性嘛。名相正性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根本无分别智啊？之后才有什么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智，所以会有这3会。好，那后面的这4波罗蜜多是不是都属于后得智啊？对不对？因为它属于什么？因为是7地、8地、9地、10地，这从初地开始。其实都属于后得智了，善巧方便不过只是后得智作用的4种差别而已，好，那如果单说这6度的话呢，那般若是总摄无分别智与什么后得智，因为般若已经到了什么6地了，是不是？到了6地尤其般若都是透过。加行到什么根本无分别，到后得无分别嘛，然后这个后得智也分属后4度，好，所以在增胜，也就是说它是一点一滴的往上去提升的那么也是一地一别修圆满一个波罗蜜多，所以呢，并不是一地不是只有修1度而已了，其实它也是片修的。那么也都是波罗蜜多藏所摄，所谓的波罗蜜多藏，也就是大乘法的什么总称那么也等于是总一切大乘法叫做波罗蜜多藏，波罗蜜多藏总摄小乘教法就叫做什么小乘法藏。好，所以我们回到第397页倒数第2行就是讲到这又此4种波罗蜜多，应知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不是透过无分别智到什么后得智而且在一切地中呢，非不修一切波罗蜜多了。等于一地一地当中，其实也不是只修1度而已，其实它还要兼修，有没有？是不是还要再兼修哈？只是每一地都有它所偏重的一度，哦。那么如是法门是波罗蜜多藏之所摄，有没有？啊，因为所谓的波罗蜜多是什么？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从此岸到彼岸的完成，那这个是不是都属于波罗蜜多藏啊？由一地到另一地的完成，由初地到二地的完成，到三地的完成，一直到十地的完成嘛，啊，所以叫做波罗蜜多藏之所摄。啊，好，那一切这以上是修十度这个部分哈。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